小哈、啊，这个是送给你的。你要说什么？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有没有礼貌？这么有礼貌，可以再送一个吗？哇，我们的叔叔伯伯阿姨都说好了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嘣嘣，这个变形金刚的小火车，这个送给你的，好不好？哇，收起来。那你要说什么？谢谢。有没有礼貌？这么有礼貌，要不要再送一个？哇，你们好大方，好，再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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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的。哇。我老师可以把这个蜘蛛人送给你吗？那你要说什么？有没有礼貌？这么有礼貌，要不要再送一个？好，送出我们今天新人幼儿园最大奖。来，把你的眼睛闭起来。好，不要偷看啊！数到三，猴子老师要把这个礼物搬出来送给他，好不好？那请你帮我数到三，然后预备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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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啊，小奈，眼睛张开来，我把原装妈咪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不要了，来，要就看到原装妈咪，回家还要看到。我们先送给你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来，元旦妈咪帮我牵着强烈到台下休息一下，拿了很多的小礼物。还有谁要上来拿小礼物的？这次更多人了啊！手放下来，站好了。我们要找一个很有精神的小朋友，所以呢，待会我喊到哪一个年级，就要请你举手大声喊叫啊！我请问一下，小幼班的小朋友在哪里？中间对对，中班的小朋友在哪里？这边对对对，好，队长棒。大班的小朋友在哪里？这里。好，准备好了。今天谁最有精神哦？预备，小幼班的小朋友啊，可能还没吃早餐呢、啊，哈、啊，还在睡觉。啊，早班先来，中班的小朋友，大班的小朋友，新年幼儿园全部的小朋友，好不好？给你的小宝贝拍拍手。大家都这么有精神，这样子好了，我们现在挑战一下，听说你们要呼口号，对不对？